创会的徐老师，徐德秀徐老师，他在1987年所做的一首诗《不要和我说再见台湾》。那因为这首诗之前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有看过有读过，我们的吉他手即将成为新郎的吉他手，也在这里恭喜他一下 ，OK。特别把徐老师的这首诗做成了歌曲，那在这边我们就献给大家，也献给徐老师，用这首歌来关怀我们的台湾。